我爱上他了。你记不记得我说过我有怪癖？记得啊。如果你能遵守这些规则，我们就能好好一起生活。刷牙洗脸完之后，要把洗手台跟地板的水擦干。在你洗澡的时候，我会检查你的手机跟发票。为了证明是现在，我会指定一个数字请你拍照。这样也可以。男女朋友交往不都这样？你想要一个愿望吗？只要爱一颗子弹，世界就不一样。希望你美梦成真。怎么可能？哇！